个是甜的啦，应该吧。超难力的过程。因为我发现它直接在旁边淋的话就已经很好吃了。OK， 我现在呢，谢谢。再来两只糖。现在呢，要尝试吃啦！拿旁边这一块大块一点，嘿嘿。哇，那种优雅，别人那样吃东西，还这边戴着一个围巾，那是不是？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试吃一口。这应该还会很烧吧？会不会烧我都不知道，就要吃。加肉了吗？哎呀，超好吃哎！我以为只是蛋而已，哎，其实这个只是蛋而已，不错吃。嗯，但是我自己做那个蛋了，以后再配这个酱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 like and share， 记得留言，拜拜。